女性28岁之后，嗯，骨密度就已经开始慢慢在减少了，嗯，然后女性的荷尔蒙大概35岁之后、40岁甚至停经之后狂跌，可是一旦你骨质疏松了，变成海沙屋了，它就容易塌掉。嗯，对，你想想看，这样塌掉之后是身体的驼背了。蛋黄多肽，嗯，这个牛初乳蛋白生态哦，嗯，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一种氨基酸，这些营养素越多样化，相对就会帮助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，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